左边的肺部两刀，右边的肺部两刀，一个心脏拳头这么大的一个心脏四刀，身上总共48刀，你说一个人杀的？法官，我真的不敢杀人。不敢杀人？我跟你讲一下法律常识，你今天在场，把风，你今天在场啊，就是共犯的了。哦，今天不会说，不会说你没有动刀，就他有事你没事了。这个就是共犯理论了，就是法律常识了，今天讲给你听的。确实好吗？到底有没有杀？没有。没有，他会指认你。察官，我承认我真的是被冤枉的。你冤枉了，你不用承认啊。你有没有动手？你还是摇头哈。来，往外，往外，你们要开记者会，往外走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先往外走，先往外走。不接，不接，不接，又要空调。来，先往外走，先往外走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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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罪。无罪。OK。大家。你说要过去。为什么要两个出来？因为他如果没有咬我的话，就单单只他一个人的话，那他可能就很早就会被司法解决。可是因为他能咬着我，所以他能存活差不多18年，这就是他咬我的原因。然后那天我本来是要约朋友出去撞球，可是那天怎么找都找不到了，所以我才找郭俊。可是没想到就这样子发生事情。他之前有跟你讲他那天要干嘛？没有，都没有说。那你跟着他的时候发生这些事，你心里是怎么感受啊？就很害怕。然后也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个状况。你警告听到叫声？没有。那时候只是听到那三句话而已。你讲对啥？你不要杀我，我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，我会当你的女朋友。这三句话而已。所以他要当他女朋友才这里才讲。对啊。在其他地方没有答应的。没有听过。那三句话，他等一下应该会另外拍。他现在是拍他被杀的那个当时。这个真的很难抓，因为也不晓得他到底为什么要杀。3、2、1，Go。啊，你不是答应要带我回去？那你又差要叫我载你回去？我要回家。就是跟他拿完烟，然后再抽的时候，要过去看那个女生的状态是生是死。然后他那时候就叫我不要过去，然后叫我不要骑车上面骑来骑去。然后那时候我的车就发动，就骑到再回到路口，然后到了那个路口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巷口位置，然后刚好老农夫就骑脚踏车这样子过来。然后过来的时候就跟我说下来，然后这样。说完的时候。那时候就刚好骑到桥那边，没有管他。然后骑到那个桥那边的时候，停好车往回一看，那时候就看到老夫经过路亚这边的时候，差不多是超过那个电线杆的时候，然后他就冲过去杀他。然后那时候他是右手好像举起来，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老夫那时候。左手抬起来是怎样？然后那时候他就发动车子，就是刚好一个